起来，兄弟啊，不要啰嗦，赶快订阅蔡阿嘎四个频道，然后在底下留言影片，按个喜欢的，然后抽奖了啦！抽奖了，这盖不得了，20组，20组，一个人抽一箱我们可口可乐的 Zero Sugar 全新包装，来喝到爽了，一箱就行哦。喝到爽哎！来抽20组，来赶快订阅蔡阿嘎四个频道，底下留言抽起来。起来，兄弟啊，我们的冠老板系列来了。员工给他整起来，又要整员工？没有啦，没有整员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虽然工作室啊，大家的职务分配非常明确，其实蛮稳定的。对，谁负责什么工作非常明确。对，但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大家工作会有点倦怠。而且我觉得会，那是你的事情哦。对，不关我事，我会剪。蔡东汉说，不要怪我拍不好，你自己剪不好。今天就是这样，员工们试试看剪接有多难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拍一个短短30秒影片就好，30秒，然后让不同人来剪。我们先让这个剪接师，我们剪接组长竹，他先剪一个，然后我们其他让钟汉啊、Laura、Sasa， 然后小姑张，让他们剪剪看。不是能看吗？让大家看看同一个影片素材哦，不同人剪起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来，我们先看剪接组的组长竹剪出来的样子。就是剪而已哦。头目，你给我喝下去哦！你趴下去吃看看，你怎么搭什么味道？你人在留下这个遗憾吗？你知道我怎么不敢吗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嘛！你只要尝试喝下去，你就体会到人生前所未有的快感，有没有勇气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人是你给你嘛！是问你好了，我希望你能是有不同的体验，你要给自己尝试的机会啊！你一直叫我吃，你呢？你敢喝吗？可口可乐 ，Zero Sugar。喝起来清爽又畅快啊！史上最好喝的可口可乐，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喝，我喝。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没错啊，分镜之间没有什么误差。对，竹剪了多久？一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多小时。当然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是用那个 Mac 那一件的 iMovie 剪的，然后我就剪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就是觉得老板讲话太快了，字幕有够难上，所以就是剪辑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。大头宝，你给我喝下去哦！你趴下去试试看，你怎么搭什么位置？这什么字幕啊？你这样怎么敢吗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嘛。转场还好，那个飞镖必应啊。弹出弹出，没有这人就是给你嘛。我是问你好了，我希望你能是有不同的体验，你要给自己尝试的机会啊。你一直叫我吃，你呢？你敢喝吗？可口可乐，你要修个，这个真的好喝，喝起来清爽又畅快。我是上次喝的可口可乐，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怎么会说错了？什么啦，配乐不对嘛？小姑丈剪多久啊？快一个小时。你真的是小时吗？这种东西我10分钟就剪完了，好吗？你完全没有什么字卡。他把摄影师拍的镜头用得很廉价。对，那种廉价感就是了。对，还是想气话就好了。我们看一下莎莎剪多久？6-7个小时。用什么剪？我用 Premiere。莎莎6-7个小时啊，来看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Premiere 剪接影片，那平常也很少剪，所以我从爬文，然后到使用剪接软体去剪影片，然后上字幕，真的好痛苦，前前后后花了7个小时。过程中我还直接call out我们的剪接师阿竹，然后请他线上支援，真的是太感谢他了。整个心得下来就是，术业有专攻，交给专业的来。大头宝，你给我喝下去哦！你趴下去试试看，你怎么搭什么味道？你人生留下这个遗憾吗？你一直叫我试。你呢？你敢喝吗？你知道我怎么不敢吗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嘛。你只要尝试喝下去，你就觉得你在前所的快感，没有用，没有这两个人给你嘛。可口可乐，你要死了！这个真的，喝起来清爽又畅快。史上最好的可口可乐，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喝，我喝。什么啊？为什么最后要加这个音效？就这样。你上班的时间给花6-7个小时搞的东西，这跟刚才小故障有什么不一样？但是它有一个地方有变红色的字。来，接下来 Laura， 她搞了2个多小时，用那个小影手机剪的哦。
我剪完之后由衷的佩服所有剪辑师的耳力。我发现空耳要听那些字，然后再把它打出来，原来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们好棒哦！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套版的？套版的啦？这氪金嘛？什么啊？这是什么第四台那种插进来插播广告？没有，这个是相同地方。然后那个配乐是怎样？不是啊，这个开玩笑。我觉得你应该吃醋。笑，什么东西？哎，他有很多那种转场，反正我就氪金就对了，买，然后全部塞进去就对了。什么啦？这已经是那种60年代的婚礼影片了吧？怎么结束了？结束了，他配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音乐，然后东西太杂太乱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次到底在干什么。还在干嘛？这2个多小时哦。他掌握了重点，就是他很乱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好了，最后一个蔡中汉，蔡中汉搞多久？4-5个小时，4-5个小时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蔡中汉真的有压力，因为他是从很久就开始跟你拍，看你剪。对。而且剪接要过他。对，而且他是拍的那一个人。对，他不能把他拍的烂掉。通常在拍的时候，脑海就在剪接怎么组装分画面的，好不好？来哦，4-5个小时的哦，用什么剪？手机，来看一下。终于剪完，好不好？我只是用手机剪，整整花了我应该有4-5个小时，然后才剪了整整30秒而已。原本想说我一口作气剪完，结果我瞬剪完我就花了1个多小时，我想啊太累了，所以我隔天又再花了3-4个小时才把整支影片完成，然后看到剪辑就这样子鞠躬。大头宝，你给我喝下去哦！速度感，你怎么大什么味道？你人在留下这个遗憾吗？过来，你给我看着我的眼睛哦！你知道我怎么不敢吗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嘛！你只要尝试一下，你就体会到人在解锁的快感，有没有信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人就是给你嘛！我就问他嘞，我希望你能是有不同的体验，你要加的超不一样。学生还没那么糟，那个 logo 这样上一个在这边是不是？因为找不到去背，它是矩形，还不去背，而且画质还不好。你有买正版吗？你输出画质怎么那么糟？它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就是至少它那个镜头跟镜头的衔接这件事情 OK 了，那个中间那个顿拍是感是没有的，对对对，但那字幕实在是完全不行啊，真的不行，字幕真的完全不行啊。好了 OK 了，好了，我们专业剪接组大概一个多小时，他说这么简单了，哦，一个多小时就处理掉了，对，然后该去背的去背，音乐节奏也都对，拿一点点小特效，对，而且重点是他根本不在现场。哦，对耶，他就光看那个毛片素材这样剪，那他们那是剪出来，这才是专业的剪接师嘛，专业有三说嘛，隔行如隔山呐。那你觉得其他四位有谁可以往剪接这个地方跑？没有。我第一次剪都比他们剪得比较好。请问你有什么剪？我大学剪 Movie Maker，Windows 的 Movie Maker， 程度就差不多是蔡中汉的程度了。好了，不错啦，我觉得有尝试就是个好事。没错，好不好？让他们体会到，原来剪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是坐在办公室凉凉的剪哈。对，是拍以后上班拍就好好拍，不会不要搞那个剪接。要想到要怎么让剪接好剪，对，计划要想。对，不要拍一些无微博的素材，剪搞死剪接，自己剪过就知道，自己剪过知道那个心酸，更会有同理心，更有同事爱啊，很棒，这个计划，对不对？很棒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伟大的剪接师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们期待下一次啦，让剪接师来设计计划，来设计，来让他们来演，让 Laura 来，让他们演，让Sara来演，看有多尴尬。